李姐，哎，你还忙啊？行，不是，这天都黑了，你跑下来干嘛？啊，我下来找你爸喝酒啊。找我爸喝酒？对啊，上次没陪他喝，我这是专门带点香肠腊肉下来找你爸喝。他去吃席去了。不是，我来的这么巧的吗？啊，你咋没去？不是干活吗？那个，不是，那我。那要不你跟你爸说一下吧，下次来找你喝酒，我先回去。回啥回？也陪你喝呗。你这下酒菜都拿来了是吧？不是，你陪我喝。你个要踩假水的人。真的喝。小狗片，真喝。真的。真的。真的。行，那你把干嘛？把这个拿去弄。我去。啊。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是吧？咋了？我办事去。行，没问题，没问题。快点。嗯，行。谢谢。哎，别来事，做人。干啥？喝酒啊！不是你不煮香肠腊肉吗？这煮啊！现在就开喝啊？开始酒，酒啊，下酒。现在我俩喝，先喝着，等着。不是你咋拿两个碗呀、啊？不是一样的吗？我不是有杯子吗？你怎么装了两个碗？我哪能给你倒了？我多一让着你。哎呦，不是，二姐，干喝呀？我干喝，这是湿的。不是，你啥东西都不给，你喝了不得醉啊？哦，在这农村里面，他怎么干喝不干喝？干嘛去？大朋友呀，够了，喝不？够了。现在是半干的还是湿的？嗯，半干不湿的。来嘛，怎么喝嘛？啊？怎么喝？什么怎么喝？用水喝呗。什么个喝法？你说咋喝吗？你说怎么喝？那划拳嘛，行不行？行。确定能行？能行。反正我今天我就盯着你这个嘛，反正你放不了。啊，我肯定放不了。来吧。啊，会划啊。那行，来啊。两只小米。我是你宝宝。啥玩意？唱得好，两只小蜜蜂吗？啊，啊，来，再来，我是你宝宝，我就威吗？你干啥？你干啥？两只小蜜蜂呀，你顶多算一只小蜜蜂，你单身狗还两只小蜜蜂？不是，划拳啊，都划的两只小蜜蜂，你这划的啥玩意儿？哪还是两只小蜜蜂？哪里都是划的两只小蜜蜂吗？这里是威宝。就说你们这边划的是啥？你爸爸，我真伟大，我养你这么大，你还不理我？停！不是，你们这边喝酒都这么猛的吗？我们都喝父子局啊！没耍过，我们逗你玩的，姐逗你玩的。我跟你说，我们这边怎么喝的啊？嗯。剪刀石头布，你会吗？会啊。简单明了又快。不是喝这么暴力的吗？哦。那这样吧，三局两胜行不行？三局两胜。不是你一局一口，一局一口，谁干得了？三斤两胜，你这属于真长。哪有三斤两胜？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不是，这么狠的吗？不是你这酒，这是酒劲怎么这么足啊？比上次的还足。现在温度高了吗？就东北上升。你怎么扯？真的，就温度越高，它的度数越高。你这个是不是换酒了？喝得出来。啊，没有，这个劲要大一点，上次那个劲要小一些。嗯嗯，这个真是新的。我就说嘛。这刚酿出来的。来嘛，就是，还是三斤两斤。
啊，三零点三，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不是，这局不算，你出快了。我出快了，你出慢了，你还出了，你。重来，重来，你还赖皮。来来来，重来，重来，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好，我赢一局啊！来，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你为啥不变呢？按道理我一直出布，你得出拳头。凭啥呀？啊，来继续啊！还有一把是吧？嗯，剪刀石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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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下一盘你准备好了啊，小婷，慢慢吃啊，你自己悠着点。干啥？我去把腊肉请过来。你放心，我能挺到上热菜。先把那个饿。喝，我这个太硬了。我喝喝喝喝喝。行。也挺能挺到上热菜是吧？快去吧，待会儿你再摸几，真挺不到了。碗都不来啊，还拿啥碗啊，真的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刚喝，来干一个，现在热菜了，先说好咋干，你别给我搞呀，一口气没那个道理，哎，搞口菜，搞口菜，不是，那酒我爸拿回来，我到现在才喝一口。我就说这个劲有点大，我也不信。吃吃。嗯，吃吃。嗯。啊！我分两用筷子。小姐，你能不能淑女一点？不是，你能不能淑女一点？直接用手抓。我跟你说，小娟。这样子吃才过瘾，真的假的？你要不试试？嗯，是不是过瘾？嗯，过瘾。不是我拿筷子来干啥？干好啊！刚才喝，还喝了又喝，哪喝那么急啊？你看你这无精打采的样子，我跟你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有劲儿。来，赶紧。来嘛，来来来，哎呀，干干啥？干，慢慢喝呗。我怂呀！哎呀，怎么样？教练给我花生。吃肉呀？吃啊，咋的？花生配上肉吗？这叫啥？这叫花生配酒，越喝越有。不是你咋知道的？来，我有花生下酒，来，来嘛，来嘛，快点，越喝越有，越喝越有，来，越喝越有。抿一下啊，抿一小口啊。抿一下口。慢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喂，来来来来，一口啊，一小口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吃吃吃！哎呀妈，我们两个就跟个原始人一样，嗯、手拿着吃。你说咱俩要是喝了三碗，能不能去像武松一样，能不能过那个缸？不要说三碗，你喝两碗你就能过那个缸了。你这个嘛，你不要说你过那个缸，你把那个缸抬起来，我就相信了。我说的是三碗不过缸的缸，不是缸子的缸。那是哪个缸？嗯，哎，管他哪个缸，吃东西吃东西。哎，不对，武松的三碗不过缸到底是啥意思？嗯，就是你如果三碗你就喝不了，你就不要走这条路了。啊，就是必须要喝三碗才走那条路啊，那是最低的表现。然后武松喝了十八碗，我跟你讲，那个时候没有车，他现在又有了车，他喝三碗，他喝三口都不行，他抿三口。
他的光去啊很佳我也不从干的啊你是个干的来来来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干的可不是我说干的是你一会儿你找回去你猜想起来我肯定是有外星之兆你喝了酒你一会儿怎么开车回家啊没有啊我表哥他们下去去你们那坝下面收猪去了我坐他们车下来的坐猪车啥叫坐猪车呀、坐装猪的车待会儿他们把我然后王女一样的装回去没那么可是不是、哎呀来吃东西吃东西你喝酒啊你不是下来就是为了找我爸喝酒我爸不在我陪你喝还咋的不是你这个喝酒速度太快了惹不起惹不起不是你小子可以了对呀你说什么我们是老金的老板不是那还有那么多那我给你倒不行吗那你给我倒一点不要多了啊不要多了啊 就倒一点点就行、好好好好了你够了够了够了、你不是说我倒的好吗我说够了哇你又搞这么大一碗哎呦剩一点点就让你倒倒完了我帮你去哎呦我去不是你这喝酒太猛了吧好了休息一下吧休息你说我俩认识多久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说一声到底是喜欢你我肯定喜欢你的呀他们都说你喜欢男的咋可能我喜欢你你先喝着你上个厕所干啥要急你啥子没事吧没事啊不会是不去了咋可能你不要那么小瞧我上厕所我不小瞧你来找一个我觉得你还是小瞧我一点好来吗好来姐来服务提着海料出来来来来我陪你来捡到石头布捡到石头布好我赢了啊捡到三哎呀呀该你了啊不是你知道你现在像啥吗对了刚刚还在说武松我感觉你现在和那个孙二娘差不多那脚你看你看你那脚脚一侧还刚刚还想去把这什么膀子你是想挨揍还想把那膀子给捞起来更像来来来来来简单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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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就是简单是蹦蹦简直是不来简直是不简直是不喝完没李姐没有你喝完了还有一口吗没有来干了就剩那么一点点还有一口干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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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没人没看见那个门槛，没事，走了。你是什么呢你？嗯，我说你出去吧。不要不要，走。你没事吧？没事没事。真没事。嗯。妈呀。哎，好，拜拜。你待会给我发个信息讲一下。嗯，行，拜拜。你别开车。我知道。